Uh,，with with our platforms，um，and 与其中对新芯片感到骄傲，高通独霸全球 IC 设计龙头多年，旗下手机处理器 Snapdragon 系列全球热销的 AI 手机三星 S 二四就是搭载高通 Adreno 处理器。不安于现状，趁胜追击，除了抢进 PC，在车用上也有布局。 纯白外观配上透明引擎盖，内里晶片一览无遗。高通打造原型车，秀出车用实力，跟在德国 IAA、美国 CES 展出旗下数位底盘解决方案，获得 B n W、宾士、捷豹、路虎等多家欧系豪车厂青睐，连超跑法拉利都指名合作。使用晶片商机上看九千亿台币，看好未来持续成长。The automotive business has been a huge growth area for Qualcomm. Um, we are truly driv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automotive industry, along with our automotive partners, by delivering the Snapdragon Digital Chassis。可以看到，其实呃车辆的驾驶辅助不断的在进化提升。那我们可能在车上的时间越来越多，但是我们人为的介入操作越来越少之后，我们可能反而会更注重说我们的数位化的体验。以往传统车厂供应链相当封闭，电动车改变生态，科技巨擘强劲布局，不放过未来。 庞大商机，参选张庭祥、方玉欧俊杰、彭志华、台不倒。